老师，大家上午好。相信很多老师在面对学生的时候，都很希望用最好的方法来指导他们，让他们在听课当中除了能欢喜学习，老师所施展的各种方法都能达到最好的效果。所以老师对学生他的才质，学生的这个个性，最好老师要能先了解几分。那么老师能了解几分，我们对这个学生如何指导他能达到事半功倍之效。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作为老师，我们如何在台上一眼观过去，我们台下的学生大概他们的个性他们的这个才性如何，老师要能略略的了解。所以我们这里呢就提出了班主任老师对于学生应有一定的了解，还含其家庭生活背景其实家庭生活背景呢很重要那么我们对学生呢有所了解以后，才能更进一步帮助学生解决学生诸多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要方便对症下药，尤其对学生才质的认知，作为老师应有一定的体识，才能对学生做最好的因材施教。那么刚刚这个石老师呢有一点把我呢这个吹捧了其实我没有那么厉害这只是在教学当中对人的一种综合素质的归纳。如果我们与人相处当中，我们细心一点什么叫细心一点呢？从这个人的讲话、谈吐、衣着、言行、举止、坐姿、长相、站相、走路、臂膀的摆动、笑容的声音、讲话音阶的高低，只要我们平常与人相处，你能善观这几点，你就能综合的归纳出这个人呢，你跟他交往以后，你就觉得能不能交有没有必要呢？小心一点这是我们世人的一个很粗浅，平常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从细腻的观察了解到哪一类的人必然是成哪一种类型的个性其实我们平常呢都可以自己在平常跟人相处当中，你就可以很清楚的细致的观察到。那么从讲话我们可以听他的声音厚薄这个声音里头就有声相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去了解。那么从女子当中，我们声音呢又有粗细尖高那么这里呢也可以判断出这个女子的心量大不大。那么从男子声音的洪亮浅薄，我们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这个男士呢心量大不大。所以这一些我刚刚列举的这一些都是我们平常就要注意的。那么我们平常呢还可以看每一个人的动作，比如说女子呢很喜欢拨头发，你常看一定很爱美。那么如果男士的话，你看头呢经常喷的叫什么水叫什么水我不晓得，在台湾叫古龙水。那么这一类的男士的话很爱美，那么很爱美呢，我们不假思索偏向风流
好，如果我们女子的话呢，一看这种，你就要想退避三舍，这个是很重要。那么我们再看呢，发型，这个发型呢，男士如果变化也很大，那么我们就知道他很重外形，很重外形是对外追求，对外追求者。那么我们呢，作为女士的，我们就要看在眼里，明白在心里，这是我们平常的世人。那么我们再看看穿衣服，颜色都偏向暗的，我们知道呢，他的内心世界偏向灰色，偏向灰暗。如果这个人呢，他所穿的颜色经常比较鲜明的，那我们可以呢笃定偏属活泼型，这是我们的一般，我们与人相处，我们平常呢就可以注意这些。那么你注意久了，你就可以把它归纳为这一种型是喜相型，就是弥勒佛型的，讲两句他就咯咯咯咯咯咯大笑，这是属于弥勒佛型的。那么有一类呢，你跟他讲两句，开始皱眉头，这叫悲剧型的、苦淡型的。而且我们从平常当中观人，你就可以这么细微，讲没两句皱眉头，一般来讲缺乏信心，那么讲了两句眼睛瞪着你看，不假思索，怀疑型的，做事很爱怀疑的。然后还有呢，狠狠的瞪你，这你要注意阴险型的，这是我们呢当老师与人相处，我们本身呢平常我们就要有这种很微妙很细的观察能力。那么这些观察能力呢，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从形象上去体会去了解。那再细化的话呢，我们可以从讲话，你跟他讲话，我们提了一个意见，他马上嘴有变直，嘴呢会抿一下，会往上一下，往下，你看，大家看，牺牲摄像一样，马上做这个动作，你就要知道，你的意见他是不接受的，甚至呢，他会觉得呢，你这叫废话嘛，你就不要多讲了，这是我们世人的能力。但是呢，请你，如果你有这些毛病，对你一生的前途堪忧，因为你会被领导一眼看出，看出什么？看出你内心有所反应，你就体现在相貌上，这对自己来讲呢也非常的不利，这是我们呢在台上老师观察每一个学生，我们平常就要注意。那么刚刚提供给大家的是墨雪呢与人接触的时候，我都会从这几点呢这个细细的来品味人生。其实呢我们不是刻意这是一种呢观人艺术，观人的学问。大家不要认为说哇杨老师讲座，杨老师好厉害，下一次我们要伪装一下才不会被看穿那就错了那就错了。今天呢给大家讲的这些呢，都是帮助我们在教学上与人相处上，我们呢能有一些帮助，提醒自己，同时呢也能帮助学生在学习上，我们如何帮助他更进一步的提升。好，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把这个观人的十六招大家呢可以参考一下仅供参考这个不是说一定非得这样不行第一个，观相貌观相貌怎么观呢？不要刻意一直去看什么时候看呢最准呢以前呢墨雪在教学生的时候，只要他们进教室一定要敲门，然后进来一定要说老师好同学好开门的那一刹那我头转过去，这一刹那是最真实没有分别没有执着的一刹那看的相是最真实的。
那么我们观相貌，从五官开始观。五官第一个头发、发型、发质，发型柔顺的、服帖的，个性比较温和；发型是刺的啊，这个头发每一根呢都往上扬的，那叫能量比较足。大家呢心里要有所所知道啊，大家现在已经在摸了哈，摸摸看你的头发，你的头发是长竖的啊，每一根呢都是竖起来的，那你就要想你的能量比较足。好，从头发看，再来呢看耳朵啊，耳朵的耳垂大不大啊？耳垂大，往下又往前，往前可以撑一粒米的啊，这个福报很大。我们看看耳朵呢，招风耳跟贴着这个耳朵的又不一样。招风耳一般八九不离十，比较聪明，比较聪明。所以大家呢在看这个社会上的名人，请大家不要看了就好，还要怎样？细看，还要细看。看耳朵，如果男生耳朵露出来，你就可以看。女生的耳朵遮起来看不到，还有呢，耳朵耳骨呢翻出来，啊，摸摸看自己的耳骨是翻出来，还是怎样，还是凹进去的，这个都有关系哈。那这个呢是默写的自己的观察方法，好，等一下呢可以讲，我们再讲出来，不能讲就先保留哈。好，这个耳朵我们看看耳垂。耳垂还有那个耳朵的厚薄啊，大家摸一下啊，耳朵厚不厚啊？不厚，我们呢加一点面粉把它贴上去啊，好，变厚一点哈。那据说呢，每天拉耳朵呢也是一种很健康的健身方法，每天拉哈，福报可能会大一点，但是不一定哈。好，这是耳朵。那么耳朵的话呢，我们要观察，如果这个孩子呢已经打了好几个耳洞了啊，那这个就不太好。因为我们耳朵呢有很多的穴道啊，有很多的这个穴道里头呢，你打到了可能会对身体产生后遗症啊，这是不好啊，这是不好。那么耳朵呢打了很多洞啊，不假思索就知道这个爱美，很爱美，而且呢比较酷啊，比较喜欢追求时尚。好，有的这个耳朵呢打了一排的洞，有没有？哦，然后穿了很多晶晶亮亮的，这是很追求时尚啊，这是看到了耳朵。再来呢，往底下看，如果男生有腮帮子，你就看到那个胡须哎已经有那个样子了啊，这个胡子很多。从这里呢一直到底下，像球染客，如果说他不刮胡子呢，有球染客型的，那么我们知道这种男人呢多情，但是呢比较粗鲁，比较多情，但是呢比较粗，比较粗，讲话会比较粗，这大家不要信以为真，这是我自己的归纳。这个我的归纳呢跟一般看相完全不一样啊，因为我们人生呢也走了这个坐五望六了啊，所以呢世人呢有一定的这个啊了解啊，有几年。因为过去呢我在台湾做基层的公务员呢是办理身份证，办理身份证的话呢，每一个人来换发或者呢秦灵啊，仪师来补发或者心灵啊，那么我都会看这个照片，顺便把它看一下。那么死亡的身份证呢也要交到我这里啊，如果说这个找这个短命相的啊，长寿相的也会拿来呢看一下，研究研究一下啊，这是我早年工作啊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有看人看相的这个机缘。那么后来工作调职了以后呢，我也从基层干起啊，调到最大的单位。基层干起呢就是所有的新进人员考上最高单位啊，从基层呢选拔上来的这些人
只要他们一报到，我们那里都可以看得到，看得到呢，再顺便给他看一下相，啊，看完了以后呢，就会哎想，这个大概不到三年五年呢，一定会提升到长官的旁边，好，不讲哈，这是一种呢这个自我学习，啊，把它当成呢是一种官人的艺术，啊，果不其然呢，三五年这一些人呢，一个一个都在领导的旁边。所以呢，我对这个官人呢很喜欢，把它当成呢内心一种学习看人的一种艺术。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还喜欢看人走路，啊，这个走路呢可以看出是不是大将，啊，大将有大将风，这个风采，那个大将的话有担当，你看那个腰没有一个弯腰的，没有一个驼背的，还有肩膀呢没有一个歪的，啊，这是我们士人哈，我是喜欢士一些这个年轻有为的男士，他们的头有没有中正，啊，这很重要。他们戴的眼镜是花俏的眼镜还是老实的眼镜？眼镜的镜框啊是什么颜色，是什么型也很重要。啊，大家可能不会看得那么细，但是呢，这一些都是属于墨学呢喜欢研究的题材。所以呢，官人呢是一门，人生其实来讲呢，应该很重要的一门艺术学，啊，值得大家学习哈，啊。大家听了以后，不要戴有色眼镜看人，啊，这样就不准了，哦，这样就不准。好，那么我们相貌呢，刚刚讲到的胡子，那女生没有胡子，女生呢要看什么？有没有美人尖？美人尖。这个头发美人尖啊，还有呢旁边还有看额头，男生女生呢我们要看这个天庭有没有饱满啊，这也很重要。后脑勺是凸的还是弯的，还是扁的还是歪一边的，后脑啊，这也很重要哈，啊。所以你看我们看一个人呢，是不是可以看得很多啊？可以看得很多。好，我们看这个天庭啊，这个这里呢饱满，然后呢这个头发呢秃得很上面，那我们知道呢这一型呢属于修行型的啊，过去生可能是法师来的啊，那么这一类的话呢善言易入啊，善言易入。那么如果呢这个发根呢很低很低啊，这里呢比较小的，那我们要注意心量可能比较狭小啊，这个都是属于类似哈，我们可以观察。我这刚刚讲的全部都是什么？仅供参考，大家不要信以为真哈。这是我过去呢以来哈，过去以来的这个观察学生。那么怎样呢？上观学生以后呢，了解他的个性跟才质，我们讲什么话，善言易入哈，让他呢能接受老师的教诲。能在老师的这个指导底下很尊敬老师，很能了解老师，老师所讲的他能听进去，我们才有办法呢更进一步的帮助学生。好，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是头发，再来呢看眉毛，哦，眉毛要仔细看哦，眉毛呢有平的，有往上，往上呢还画一个圈的，还长了有一个圈啊，这个往上以后呢还有一个圈，带一个圈，啊，在什么在长的这个还有一个什么旋啊，对，这一类你要知道拗起来脾气很暴躁啊，这个是我们看眉毛看，如果是浓眉啊，浓眉很浓又黑的，这个一般来讲呢比较有机会在社会上呢出人头地，好，我们这是一般的哈，浓眉，因为浓眉呢可以压得住，啊，可以压得住，啊，但是浓眉呢，我们也要看它眉毛往哪里去，啊，眉毛往哪里去也很重要。眉毛呢，它有分八字形，啊，如果说抬头一看，这个眉毛呢就往底下，这一类呢比较慈悲，比较善良，啊，那么眉毛呢，我们再看。很靠近，很靠近，
还有呢很开啊，很靠近很开也有关，很靠近比较能想不开，比较想不开叫多愁善感啊。那比较开的话呢，这个气度呢比较大啊，比较大啊，大家呢啊都在摸了哈，现在摸都不算了啊，因为后天是可以修养的啊，后天呢可以把它弥补呢修养好。我们看到眉毛，眉毛呢有粗有细啊，眉毛呢有前粗后细后疏的啊，前粗后疏有前浓后白的啊，这个呢我们都可以看一下这一类的人，你自己好好看，好好去归纳啊。那么再来呢是鼻子啊，我们看鼻头，鼻头大一点圆一点啊，我们看一下这一类的人呢可能啊人缘比较好啊。那么再看看他的鼻骨有没有凸出来啊，鼻骨塌的，鼻骨骨这个鼻梁呢凸起来的，一般凸起来的正的有事业，鼻骨鼻梁啊，大家摸一下有没有，中间眼睛中间，你这个鼻骨呢有没有很正啊，有正的话呢事业会比较稳啊，大家摸一下哈啊，居有常业无变啊，我们在这个事业当中不论大小我们可以摸一下自己是不是很平正啊，有鼻骨，大家有鼻骨，鼻骨有高有低啊，鼻骨有高有低啊，都摸到了吗？摸了哈，好，鼻骨好，鼻骨完了，我们再看鼻孔啊，鼻孔有大有小，有朝天鼻，有往下啊，还有这个鼻头，鼻头呢稍微往下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往上跟往下啊，你自己去观察这一类型大概怎样。鼻孔比较大，当然呼吸比较顺畅。但是这个不是这样哈，这我们看的是看这个相，你归纳完以后，心里呢可以看出，哎，我们班上的同学呢，这几个人呢，这一类型的，哎，哦，他们的个性怎么样？你可以稍微理解，啊，可以稍微理解。好，我们鼻子呢看下来以后，看人中。人中有长有短，那么过去的人呢认为说人中长是长寿相，长寿相，长寿相，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们看了这个人中很短，老师们可以多给他什么干活，多给他做事，多给他有陪护的机会。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自己摸一下人中，一般般吗？一般，那我们可以摸一下头发哈，我们自己的头发呢是柔的、细的，还是粗的，还是硬的？啊，硬的。那我们理解的啊，可以稍稍理解自己的这个情形。好，再来呢，看嘴唇，啊，看嘴。嘴的话呢，一般我们看班上的同学啊，如果我们讲笑话，哇，大家笑，张开嘴巴，哈哈大笑。啊，这个哈哈大笑，老师要瞬间赶紧看。嘴巴大的，大嘴巴，可能有口福，爱吃东西。好，我们可以看一下。还有呢，嘴巴附近有长痣的，有长痣的有两种情形，一个爱讲话，一个呢有口福，能吃很多东西。好，我们呢可以看一下。好，看一下，那么嘴唇呢有厚有薄，一般呢嘴唇薄的讲话很伶俐，好，我们说伶牙俐嘴，伶牙俐嘴我们看起来没有看过嘴唇很厚的伶牙俐嘴啊，基本上呢我们看到伶牙俐嘴很会讲话的嘴唇都偏比较薄啊，大家呢可以从电视上来看看一些主持人，那么再看看呢自己的嘴唇，如果自己的嘴唇两边都偏厚的啊，那恭喜你，我们呢口虽然比较拙，但是我们比较老实啊，这是属于比较老实的人，嘴巴嘴唇厚跟薄。那么我们看呢，一般来讲呢，
嘴大的人呢，声音共鸣腔会比较大，哦，共鸣呢好一点的话呢，第一个他声音比较洪亮，声音洪亮；第二可能呢会唱歌；第三可能他讲话声音很好听。所以呢，我们如果要着把班上声音好听的，我们可以从他们的嘴巴来看。那么如果唱歌的话，那个舌头中间凹进去的，他发音很正，一般来讲这一类的人呢，这个可以唱美声的歌曲啊。这个大家可以看，唱歌的时候中间舌头是凹进去的，这一类歌唱一般都很好啊。这是我经常看电视，如果有歌唱演唱家，他们唱的歌曲呢很好听，现场唱，你看那个舌头中间一定凹进去啊。我们可以看看自己呢有没有凹进去啊，可以看看自己。那么这里呢是从五官里头我们看到了，看到了还没看完，还不够，还要看整体的脸，脸蛋脸型，它有分国字脸、鹅蛋脸。啊，鹅蛋脸呢我们是属于女生比较漂亮，国字脸呢是以男生啊，男生呢为标准，但是国字脸呢太国字也不好啊。我们讲的比较什么样，大家去看相书啊，不便说出来。所以呢我们看人的话呢，还要再看啊，还要再看这两个骨头颧骨高不高。如果女子呢这个颧骨比较高啊，这个就要注意了，选人要选对啊，否则呢这个命运呢比较坎坷，婚姻呢比较坎坷，这两块骨头啊，这两块骨头啊，这是我们女子呢应该要注意的。还有我们讲话的声音高跟低啊，对我们一生的命运呢也有很大的关系。这是声相啊，从声音能来判断一个人一生啊，一生的命运如何也是。那么过去呢，墨雪也曾经做一些这个心理的諮商啊。那么只要听到这个女士一开口，声音沙哑又比较粗，不假思索，一定是离婚者偏多啊。所以我们女士的话呢，啊，我们如果生了女儿，啊，我们的女儿呢爱哭，不要让她哭太久，啊，哭久了声音万一变成沙哑了，那我们知道呢，以后的命也会不太好啊。这是观察出来的。当然呢，这个呢还涉及到她的名字，还跟名字有关啊。所以呢，我们女子呢看过哈，也是把它归纳。凡是有贞洁的贞啊，一般婚姻都不太理想啊。贞洁的贞，贞洁牌坊，有这个贞字都不太好啊，还没有看过很好的啊。一般呢有离婚，或者说这个声音这个丈夫呢比较早过世，哎，怎么一看呢啊，都有带这个贞字的偏多啊。基本上呢看过的都跟这个真呢有关啊，有关。好，这是呢我们相貌大概看出来的。那么相貌呢看出来，还要再看下巴啊，下巴有没有福啊？这个下巴有没有福？下巴呢如果很尖啊，我们要看啊，很多男士呢喜欢选择啊，这个另一半呢下巴尖尖的，像鹅蛋脸一样，然后弱不禁风啊，告诉你。这个最好不要动念头，动了以后呢，你娶了这个花瓶呢，啊，到家里头呢，经常换花，经常要倒水换水，然后不换就臭掉，啊，这个要考虑一下，啊，有没有办法经得起风吹雨打？这是我们选择另一半的一个标准，啊，这很重要，啊，免得你娶了以后，你为了爱美，为了要好看，你的后遗症很大。因为他没有办法呢旺夫旺家还有旺子啊，这是他身体不好。所以婚前呢一定两个呢约会就是锻炼啊，约会锻炼啊，匀手你今天匀几百个啊，如果说各自都能匀300个
啊，脚还不发抖，然后猫步呢能走几步？300步啊，走了300步呢，心脏还不会蹦蹦跳，啊，当然没有跳就死了，啊，一定要跳，啊，就是呢不会太喘，啊，不会太喘，所以我们婚前呢一定要两人把身体锻炼好，这样才好。所以呢，我们你看，我们从相貌来讲，我们从刚刚讲的到现在，有没有很多种？有，是不是很细？是。那我们平常的与人交往，我们有没有观察这么细？没有。没有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公开了啊，公开了秘密了，大家以后啊，这个在教学上，希望能对大家呢有所提升。这是我们观相貌啊，观相貌。来，第二个呢，观气色啊。我们气色呢有分黑白红黄啊，黑白红黄。黑呢是属于先天它的肤色，它的气色是偏向黑啊。那么晒黑跟黑不一样啊，夏天的话呢，学生都晒黑，那不一样啊。这个气色的话呢，有的先天偏白，就比较弱啊，这一类呢，我们叫文弱型。那么有的人肤色呢，先天啊，先天他的肤色呢就偏向棕黑色。那么这一些孩子呢，能量比较足，身体呢比较强壮。那么能量足呢，如果他每天没有消耗一些能量，这个能量他就会作怪啊。大家有没有感觉，班上呢？比较调皮的能量有没有很足？有。那么班上这些能量很足的，我们要想办法呢，让他有消耗能量。消耗能量呢，就是为全班服务或者为学校服务，让他们呢有机会把他的能量呢做成转化成布施啊，转化成布施。那么我们呢再看。这个气色呢偏白的，刚刚有讲了文弱型，可能经常会感冒啊。如果班上说感冒，这个人呢可能经常拔得头筹啊。所以呢，我们做老师的在班级里头，我们看哪一些都是属于病号人物啊，大家有没有观察到？有啊。那么哪一些能量很足都有观察到，只是我们呢平常不懂得怎样善用他们的能量，转化成了为班级为学校服务。好，那么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学生的气色。那么还有一类呢，就是害羞型的啊。害羞型的呢，讲两句话或者说做错事情马上脸红的，那么这一类的话呢，我们要多鼓励他啊。这一类呢需要安慰加鼓励啊。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啊，这几种。还有一种呢是属于黄色啊，脸呢偏黄啊，脸偏黄呢，一般来讲呢忧虑比较多，比较有带有苦相啊。那么有一类学生呢，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很容易被欺负？有没有？班级有没有这样的人？你要看这一类型的孩子呢，不但经常被欺负，还经常欠揍，被别人揍啊。这个我们要注意，为什么会这样？他内心有问题。这一类的学生呢，要让他打开他内心世界，让他的从形象上面要变成阳光。这一类的人呢，一般来讲发型很酷，酷到人家想揍他啊，穿着很酷，酷到人家很讨厌他啊，讲话很酷，酷到人家不喜欢他啊，言行举止呢看起来都很酷，异于别人，所以呢很不能得到同学的喜欢，所以就很容易呢遭到引来欺负，或者说被打，或者说大家呢容易找他开玩笑。那么我们看到班上有这样的学生，一定要帮助他，一定要帮助他。